宫的现场来参拜妈祖公众大甲妈。南宫有人去旅馆，那里想进村故意审视，所以呢转配观音旅馆，这里就让大家去南宫。家人信安宫由主理会馆向进村神师率领全体观音院贵宾向大家进安宫天上信佛太祖神佛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行请掌声鼓励欢迎到咱家人信安宫由咱主理会馆向进村神师所以我们全体贵宾里面就让大家进南宫来恭送就让神宗信表大家吧神宗南宫表情平安